在马来西亚，慈济志工为援助日本走得更勤，在槟城当街头劝募告一段落之后，继续是以定点募心募爱。而在南马，马六甲、居銮和芙蓉在三月份的环保日活动为日本劝募活动，三地的环保点也在当天早上的10:13同步祈祷，为日本地震灾民祈福。早上10:13，慈济马六甲分会70个环保点，加上居銮和芙蓉联络处的环保站，志工放下手上工作，同时同步齐声为日本大地震灾民祈祷。10:13的，全球的慈济人都会带领着大德们来为这个日本灾民来做个祈福了啊。然后这个时候是1013就是一人一善的意思了。除此之外，各环保点也启动劝募，志工向前来的民众募一份爱心。最重要爱心啊，管那个还不重要。OK， 感恩。这是我老板。这个是杂货店。如此积极的还有这位慈济志工辜静玉，连续好几个晚上一下班就骑着摩托车到各商家还有住户拜访会员劝募。每一天就是像我们早上的分析啊，就第一天啊，看有卖到一杯水啊，那几块钱就放在我打算存到年尾看有什么意思啊，买一样东西纪念这个时间是什么啊，然后就解决了灾难频繁，希望我们所筹的钱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苦难。天灾人祸无人能估计，但愿人人能把每一次的灾难当成借镜，大家齐来借胜前程，加紧脚步行善护大地。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